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这支影片要来跟各位说一件神奇的消息，那就是技能 TJ 好像在下礼拜就可以使用咯。因为以往的惯例啊， TJ 卷都是在维护后结算，然后隔一周可以进行使用。那这个的消息是不是代表技能 TJ 在下周可使用？然后呢，也就代表的圣剑的改版或许会比我们预计的7月26号还要再更提早哦。好，这个资讯也是让我蛮意外的，到底台版要追到什么进度呢？是否真的要跟韩版同步并行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那这支影片送给大家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